佛陀为在家众制定的八关斋戒，希望能够使大众升起成佛的清净心。佛教中有许多戒律仪轨，都是为了能够约束众生的五欲之心而设立的，当中最重要的便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佛陀为在家众弟子定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众生兴起邪念生淫欲，受戒之后对成道之路也将有所提升。所以说八关斋戒律就是要让在家居士种下完全没有淫欲的这个种子啊，在八十年里面呢，有这个种子在里面，你就有办法证阿罗汉果。因为一个阿罗汉他绝对没有淫欲心，也不会行淫，所以说八关斋戒里面所有戒律啊，一般后面都是为了防止你的淫欲心。你一个人喝了酒，吃得饱饱的，又有高广大床，又香花哦啊插这么漂亮，然后又那个啊音乐放下去那边跳舞，这样的话，你很快啊就跳到床上去了了，淫欲心就不断了了，所以说佛陀为了让你们不要产生那一种把自己弄得很美丽啊，吃得又吃饱又失淫欲，说叫你不会死死啊，又啊叫你一个啊床铺小小的，一个人只能一个人睡，那你就不会起这种淫欲心，所以说只有八关斋戒能够让你当下完全进入完全没有淫欲的清净心，这才是真正的根本佛教的解脱生死的正念。众生在接受戒师赋予的戒体时，内心必定要清净，不起任何邪念，而手持戒律便能修戒的善缘，未来也不会落入三恶道之中。八关斋戒更为佛子们一生必参加一次的法会，期望众生在受戒之后都能了解到修行的困苦与修佛的益处。十方新闻杨玉岱、许建义，高雄采访报道。